好啦，今天又要来玩很久很久没有玩的赛车游戏了。但是呢，它已经不叫做马里奥跑跑赛车，叫马尔济斯。对，跑跑马尔济斯，你们中毒啊！天哪！好啦，今天呢，它的名字叫上面这个我不会念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啦。嘿，那其实虽然它名字变了，然后道具的样貌也变了，但是其实本质上就跟我们之前玩的马里奥赛车一样啦，对，是一样的。好、啊，但是它有做了一些优化跟修整。修正在哪里呢？我们的道具呢，现在它有部分的道具是要透过升级才能拿到。像是之前大家觉得最 OP 的，直接跳到下一个存档点那个中介之眼嘛。对，它现在呢不能直接透过箱子拿到了。好可惜哦！你必须要拿，就是他现在是会拿到中介珍珠，那你要拿中介珍珠呢去碰现在这边，你们还要过来附魔台，附魔台，你要是拿在手上碰的它，才会变成中介之眼。什么？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我画面不在这。就是你要拿中介珍珠去碰附魔台，就会变成才会变成中介之眼，就是跳到下一个存档点这样子。嘿，那其他道具也一样，每个道具都有升级过后的版本都会做强化，对，都会变强。可以期待一下，就是你们到时候会不会就是生出很多神秘的道具出来这样子啊？对对对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它也加了蛮多特效的啦，在这张图，对，还蛮酷的。然后有一些新的道具啊，对，它有一些新的道具。那至于多了什么，我也忘了，因为太久以前玩的了，玩了就知道。对，然后呢，它现在的一 round 的模式会是总共四张图，对，然后呢，四张，前三张是竞速地图，最后一张是 PVP 地图。PVP、对，它是这样子混在一起成为一个杯，这样子还蛮特别的直接就有 PVP 混在里面了，对，混在里面这样子。那每一轮的地图会有三张可以让我们做投票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玩玩看吧。好那这里面应该是杰克比较会操作，就给杰克操作了。好，你们看到中间不是一个那个红色混凝土吗？什么的？哎，按一下右键会变绿的。绿色哦。接下来会看到三张地图在一二三的位置，就可以选这样子，就可以选。然后左下角是难度。哎，怎么这次都那么难啊？好难哦！这怎么回事？好，我选这个。我选这个。然后要选那一张的话，就是对他按右键，就是会选。等一下就看哪一张选的比较多，就会从那一张开始。剩五秒啊，投票五秒。好，开始了。有开始。三圈的，三圈。这张图是哪一张啊？我忘记了，不知道。对 ，Mountain， 阿弥陀佛。哦，这张。有点印象，我完全都没印象啊！往后跑！然后经验条越满的话，就代表速度越快哦。哎呦，我丢爆你们！后面有人在乱来，快了！谁这么雷？好雷啊！还有人想丢药水啊？想啊！还在找地图了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受伤了。那个，跑哦！今天头很大。哎，摔死是怎样啦？摔死！哇，好多好多鸡！我有算两下吗？我穿越杰克嗨。有人摔死了，有人摔死了！蹲下可以回血哦，蹲下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哎，没往后了！杰克，哦，你们偷到我的珍珠？繁星，我没有啊！
还想用珍珠啊？还想用珍珠啊？小鸡不要！哎呦，穿不下了，白痴啊！直接砍飞！好烦哦！拿错了！哎哎哎！别冲！别冲！谁的铁针啊？啊！冲啊！有人不见了，有人不见了，谁不见了？我只是穿了鞘翅而已。哦哦，我有没有飞到？我到底有没有飞到？哦，有飞到。哎、欸，有人飞出去了。有人听到那个惨叫声吗？惨叫声，一个惨叫声。哦，谁那么坏要放箱子啊？我也要放一个。太坏了，太坏了，有人退化了。哎呦，叽叽叽啊！摔死假的。哎呦，不是在绿宝石抓会痛啊。哎。谁看到你吗？看不到，猜到吗？猜到，猜到了。OK， 看不到。哎、欸，小命啊！有痒，抓一下。看不到路啊！抓什么？抓脖子啦！哎，谁的鸡啊、哦？我死了！你死了！我重跳了！哎呀，好丢！哇，原来我们倒追了哎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倒追了，倒追了！哎，原来我们多追了一圈啊！哦，把鸡不要！哎，到了第三瓶！哎呦喂！坏了！把鸡跳！耶、yeah! 哦！第四名被超车了，耶、yeah! ！60秒 ，DNF 哦，60秒，快了，六十秒，小雨应该到得了、哦，没问题，我不要摔死就可以了啊！救命啊！反正跟结论速度差不多，哎、欸，对，速度差不多，算哦，应该是到得了啦，这个距离。喂，對啊，哇，这个就难说了，这个是谁放的坏人？这个真的蛮坏的。比看谁会飞鞘翅咯，杰瑞有用到吗？杰瑞没有，杰瑞你的鞘翅，你没开翅膀，杰瑞没开到翅膀。哎，我以为是漂浮，是不是？对，在漂浮下来。哦，都有到，都有到。嗯，到了，到了。我想玩完第一张就觉得头好痛。还有很多。哇。嗯，差十分，哎、欸，十分好多分，这 master 不要选啊 ，master 不要选啊，这张我记得很麻烦，那个很麻烦又很长吧，我记得，对对对对对，哼，master， 不要，你们选 master 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会卡在里面三十分钟，哇，真的吗？真的跑得到终点，可是你这样让我有点想选他了，我选他，那我选好了啦。三十分钟啊！原来都跑起来了啊，很可怕。大部分都在跑酷，好像好像不是那张哎、欸，应该不是不是，因为那走一圈，可是好眼熟哦。哦，高楼大厦就是我当时那个破图，从头到尾没看过它原貌的样子。嗯，你现在看到了，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了。冲啊！冲啊！杰克你胖！冲啊！哇，有人开始乱喷了。坏人！哎呀，哎、欸，快死掉了啦！坏人呐、啊！没有他拿刀啊，各位小心啊！拿刀啊！用完了，用完了，用完了！哎，小打下去！哎，小，哎，小，哎，小！哎呦，哎呦，云月哦，云月好啊！哇，直接砍了一下！哇，这个人！等一下，该不会你们刚刚是都以为往右转啊？对，你这拐右转这很快、欸。快！谁弄的东西？好笑！哎，谁弄的东西？要死掉了！这雪球很夸张，要死了！哎，我的苹果被小雨偷走了！吴姐，我拿到东西哦！有你，有！啊！谁的鸡？谁的？白痴，我找到自己啊！雨月，你在乱炸吗？哎，哎笑，哎笑。这里后面的就落地啊！卡住了，我要慢慢来、啊。我摔了，我摔了啊！好痛！不死图腾是干嘛的、啊？团团 ，run！ 要跑这么快？当然要冲快一点啦、啊！你炸什么？我帮你往前推啊！不要，太快了，要啦！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啊！走开啦！笑死了！
哎，我终于看到人了。小鸡，小鸡，等一下，小鸡，我哭，我小鸡，哇，我东西被偷走了。等一下，我变第四名了啦！我按到了啦！我刚刚没有踩到重生点啦。哇！你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么尴尬！你怎么没踩到？你怎么会没踩到嘞？打啦！打屁打！这么尴尬，那你更尴尬一点。哎呦！你要是阿铁卡了，是不是要跑？你太高了！快跑！快跑！run对啊，倒数第一名，你最棒，从第一到第一耶，最棒，棒，不棒，哇，音乐好猛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下杰克就要发挥了，知道针对谁了。哎、欸，这三张都好，都是比较偏简单的，还有吹教学关。然后教学关，真是，我们来教学一下吧。我选了这个交流交流，知道会不会交流关？好，嗯，哎、欸，所以真的不能太爆冲，哎，太爆冲，不然没踩到记录点就爆了，对吧、啊？你知道我刚刚对面珍珠直接丢超过终点，飞过去还要走回来，对啊，我刚刚也是，哦哦哦哦哦，讲到就气。气！教学官是不是？教学官，What the fuck？ 这书是什么啊？教学、啊，给你看啊、哦、给你看的、啊。教你怎么玩？哦，哎、欸、屁啦！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大家都挡到我画面，我不知道要跳。哦，好好好。等下是不是道具？是不是没有道具啊？好像没道具哎、欸。这什么啊？纯跑步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太好笑了吧？哇，好激发飞好快！哎、欸，有道具了，有道具了，这第二轮才有道具哦。嗯、哦、欸，哦，你丢什么？啊？谁在丢什么？欧贝莱哦，怎么这样？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缺西瓜，甜不甜？哎，我抽不到，你每次要道具哎、欸，我好可怜哦、喔。道具门口关了，好可怜哦、喔。西瓜甜，哎，甜。哦，什么？我的东西，等一下，你卡在外面。可以可以可以死可以死，你按那个右边的屏障、啊、屏障屏障，有有有，重生了重生了，太可了，怎么在外面？对哦，真的在摊啊，真的摊啊嘛，哈基在摊啊，哈基哈基在摊啊，在摊啊，耶第二，笑死。一堆贪心鬼，贪心鬼，不要切，不要切西瓜、啊。他既切过头了，跟你又切过头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是一样，第一名有第二名耶。哇哦！我们是前两名的，好棒哦！对对对，好棒哦！又怎么样？你看杰克发威了！哎呦，杰克强哦！哎呦，是两个不知道在干嘛。哎呦，有红的。认真在跑跑。对呀、啊哎，很认真在切西瓜。我决定投这张了。爬山吗？要爬山吗？我的直升机升满了。直升机？没有，我最近在玩，我今天在玩一个 TD 游戏。哦、oh, ，对，现在还在跟图我的在直升在玩，对啊，那是可以对战的、啊，可以合作哦、oh, 嗯，可以大家一起守塔 ，mountain， 爬山哦，爬山哦，跑起来，爬爬爬，哦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很累，这个很高，
很累，对，这个蛮累。这我好像没有跑完呢、欸，我好像也没、欸，我好像就是在这关玩落雷关的。不要啊！我掉下去了。哎呦！抖内，抖内，内，哎呦，内，团团，你一直挡住我的视线。你那你就后退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后退哦，你后退，你们两个一起后退吧，起来一起来，哇塞，你要好猛哦，现在你要跑到最前面呢，哇，对啊，哇，喵是走下面的路，我有机会追人呐、啊，啊啊啊！哎呦，你干嘛偷我的绿宝石、啊欸？你还炸我、哦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是谁？就是你呀、啊！没有，我刚开始没用道具好吗？我下一个存档点再见喽！哇，你用附魔台！哇！这个人。